漁院早前因為未能如期繳付綜合保險保障協議的費用，幾乎搞到要停賽。好彩他們及時繳清欠款，並且上訴得席，星期六如期在旺角大球場和東方龍獅上演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大戰。兩隊跟場都好積極搶攻，其中漁院這次左路攻勢好有威脅，查理史葛接應後傳深厚一控傳中，林顯廷起腳中門楣，米基爾即時頭槌攻門，被東方龍獅門將葉鴻輝撲出。漁院門前仲有袁世傑窄角度起腳，不過未能射破東方大門。東方龍獅早段都有不少攻勢，包括呢球盧卡斯但被費蘭道斬中，禁區裏面的黃子豪車身射門高出，姿勢分有曬，可惜不中目標。32分鐘，東方龍獅的費蘭道在禁區內被漁院門將陶俊橋踢跌，博得12碼。12碼由巴西籍前鋒盧卡斯主射，陶俊橋分身撲出，就係咁，東方錯失呢個黃金機會。正所謂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漁院嘅林顯廷趁對手解圍唔遠，勁射破網。38分鐘，為主隊率先取得入球，上半場領先1-0。漁院嘅米基爾今場表現好活躍。球队由他发动不少攻势，就好像这一球咁。呢位巴西籍外援接应直线之后劲射，点知就是这一下令到他疑似整伤后脚，47分钟就被抬离场。落后的东方把握机会抢攻，后备入替的新祖将个波送给卢卡斯起脚，为东方博得角球。东方右路角球开出，由尾柱的林恩许头槌顶入，追成1-1。东方之后再有呢次右路攻势，李家耀回后被艾华道斩入禁区，黄子豪的射门被陶俊桥扑到，不过接不实。新祖再加多脚，可惜个波一飞冲天。余苑之后换入罗拔奥道同埋艾迪比蒂加强火力。70分鐘，羅伯奧道禁區裏面壓住道道都起到腳，不過斜出。跟住佢再喺禁區內接應橫傳，控定再起腳，不過散眾人改變方向，俾葉鴻輝接實。尾段狂攻嘅漁苑始終未能入波，最終兩隊踢成1-1，各得1分。